天哥，我是要回去南部啊。要回去？嗯，现在你嫁得好好啊，要回去呢？我来台北，为了在你的服装店做了袂歹以外，我感觉做什么代志拢袂顺，所以我想台北这个所在可能无适合我，所以我想要回去啊。安尼哦，你回去要创啥？我唔知呀，假使讲找无头路，我会回去种田啊。啊，种田哦，拜托你笑死人呀！你这办来要回去种田哦？那讲较早吼，你还搁在种卡，啊，种了惯习啊惯习，我也无话通阿讲。也毋过即嘛，你来到台北遐久啊，搁倒去种田，没关系啦。既然讲你这么店面做了惯习啊惯习，无归去安尼啦，搁倒来店面做啦。也毋过你休假咧？我甲讲一下就好啊，啊，恁两个斗阵做嘛是真好啊，对无？天哥，你意思是讲愿意留我落来啊？无我你留哪会用诶？到时你回去吼，对你徐大人看要安怎交代？嘿，恁徐大人一定怪讲吼，问题台北拢无好好甲你照顾啦。行行，别再讲啦，来店面啦，行。起码这服装店是阿庆交予李洪彩咧管，假使李洪彩若唔答应用美芳。安尼，我要让美芳跟阿强斗阵的计划，你就未成功啊！我得想一个办法，跟斗三工才赢。李小姐，嘿，白先生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啊，你来啊，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啊，哪里有什么代志哈？是安尼啦。我想讲吼，叫美芳阿哥转来店来斗相共。好啊好啊，那安尼我嘛加较轻松啊。这李洪彩是一个臭名号，伊一定有啥物阴谋，我要阿庆看清伊的真面目。伊要倒来店面做是会用的啊，也毋过我想吼，代志上好大家先讲好清楚啦。讲好清楚，什么代志讲好清楚？就是讲，伊若倒来，这间店是向你做主哈。那我什么向你做主啊？那有代志大家参详唔就好啊？我看敢若毋是安尼哦。平常时啊，微胖啊，微胖，叫甲遐尼啊深。我看你的心肝内哦，早就把伊当作是头家娘啊啦。李小姐，你莫误会呢。其实我来服装店吃头路，天哥一直伫叫我微胖啊，你袂对我偏心啊啦。我误会。天哥啊，天哥，微胖啊，微胖，叫甲遐尼啊深，吼。实在是使人心酸哦。你讲的什么意思？你唔通胡白讲哦。我胡白讲，家你看，我在讲你的时，你就替伊出面；我在讲你的时，伊就替你讲话。吼，你根本就无尊重我嘛。我当时无尊重你啊。你有尊重我，那安尼你明明知影我要煮物件去娃娃吃，你超工出来出伊，佫无通知我，害我白走一段。你有尊重我？李小姐。迄你误会啊啦，娃娃要出院也是临时决定的啦。啊，而且我唔知影要去病院，害你白走时阵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啊，到底是娃娃什么人哈？爱你体会死嘞！李小姐，真实的，我这间店无欢迎你，你请。哼，请就请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你这间店。规间拢是菜市仔货，无水准啊！我怎会看得啦？哼！哎，李小姐，你大姐啦，恁弟啦，嘿，你哪会伫遮？我毋是应该伫店的。这，我唔知道你安怎，你家己讲不爱做就转来啊。啥？
我讲啥？一间服装店啊。服装店？怎么安尼啊？啊！我想起来啊，是迄陈大金带米芳来店的，讲要转来斗三工。啊，我都有答应伊啊。什么？那变到我不爱做啊？喂！你是冤家，我在问你啦，讲啦。大枝头，啊，你去何必去哩啊？你为着米芳啊，甲陈大庆相谅，啊，才去有请到事呢。大枝头，你记地吼，哪来哪歹呢？无可能啦，啊，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是啊，我嘛感觉无可能啊。那呢？我唔是都无机会，那我会当拢做伙拍拼。大姐啊，你莫嫌我啰嗦啦，啊，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哦，只哪一个方法尔啦。啊，你的办法是甲你的阿勇同款，去找迄花粉草。哎呀，嘿，你的死人头啦嘿！哼，但我嘛感觉足奇怪，迄阿勇去替我找迄花粉草。找到即马拢无消息，唉，我对迄个花粉草敢有伫即个世间，我嘛真怀疑。大枝头，迄个丁太庆吼，对迄个米芳吼，是感觉伊是真妖娇，佫真美丽，所以吼，咱感觉爱想一个办法，上好甲伊毁容，互伊破相咧，上好吼。出来，阿姨的票耐心，全哦飞起，阿你点来给我们加油，阿你没有机会啊，对吧？马上进行 ，Yes。啊，这是咱落酒的好机会啊！今晚也不能走，还搁在提神，准备啊！嘿，两个人是并起来了，提这照片就会当解毁容去，恁搞啊真笑哟！大枝头，你放心啦，这吼不难的，啊你甲相好准准吼，安尼甲拍起哦，伊把都吐出来。嘿，对了，我用这吼我叠伊的片啊，啊伊的片呢？卖入去啊！好，你好紧吧，快点来准备料料，紧来。袂用安尼呢，你小姐即马中风哦，倒伫咧外口，唔相信哦，我带你去看卖。哎，无啦，有啦，来啦，去啦。哎呦，
送去休假去病院啊，送病院就好。喂，因拄则在迄鸟巢要甲你骗，啊是好你刚才吼有一阵风吹过来呢，才骗到转去呢，去骗到你红彩家己。好啊，我看你是误会啦。哎呦，我亲目睭看到的，敢会误会哦？那。金哥，哎，阿爸，金哥，我跟你讲哦，拄只李永灿吼，叫伊两个孙仔吼，摕照片要甲你放掉。你放啊，是不是有影？金哥，我伫想可能是误会啦。哦，拜托你放啊，你莫遐刁钻好无？我若是讲袂成哦，我出去才弄死。嘿，我这么想要，那李小姐，我甲赶出去，你怎唔甘愿呢？你想办法来报。哎，无安尼啦，一定要先等。这样代志哦，我来处理。天哥，那不过我太好了，行，你让行，你来，我来，行，行。哎，大姐好啊，医生讲回来吼，就会使透气啊，我该透气啊。啊，这，谢你啦。哦，哎，大姐啊，我来给你看房间啦。大姐好。我甲你捞一挂烧水吼，互你洗洗，好你较早休困嘞。等下，搞过来。大姐啊，什么代志？哎呦喂！我问你，你明明要骗迄个保密方，现在怎搁会骗着我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哦明明上尊尊安尼甲骗去，无代无志，我大肚转硬。他是为了保密胖的代志，啊，他突然间来失事，什么拢唔知影。今妈妈是保密胖，哎，到底是什么人伫啊暗中帮助你来对付我？大姐啊，啊你唔是讲娃娃有法力，敢会娃娃暗中咧甲斗相共？无可能。娃娃虽然有神智，但过伊是一个普通的凡人，伫啊遐尼远的所在。无可能有遐尼大力发力来帮助伊。啊，你是虾米人啊？我就知影讲你踮遐烦心。哎，是啊是啊，迄大姐头吼，你有只吼，迄头头啊是，我毋捌甲伊交了。谢谢啦。无路用，阿叔。李永灿。石夏。搞错！七仔哦，你好啦！想袂到你还阁无力，会当表我狠心，原来就是你在破坏我。我唔是在破坏，我是在保护阿庆，安尼伊才袂让你贪恋无解。好啊，我著看你会当保护伊偌久。安怎？看你安尼黄黄叶叶，唔敢献身，敢讲你即届阁是珠珠下凡咯？我看唔免偌久，你就会予天兵天将掠倒转去天庭。到迄个时，我看啥物人阁会当阻挡我？我已经原谅你足侪摆，你无是有缘是不解。我警告你，不管是什么时阵，你若敢伤害阿婷，绝对袂了下你。只要我还是有当家，是我袂当做动，我到外当龙做伙，连你嘛同款。李永灿，恶行不改，敢讲，你唔惊我伫你性命上？好啊，看你有搁有啥物法力来偷我这个。我都无法度消除李红彩，来保护阿桥甲李芳。也不过，李红彩的下落是不毒，一定会伤害到阿桥甲李芳。啊，我是该安怎才好？有啊，我要去把阿桥甲李芳结婚，到时阵
李凤彩若再来报案，那就是外多人的代志。外多人一定有伊的想法来制裁，对，就安尼办。不看电视哦、喔。无心情要看啥电视。是很重要。来，阿庆，佳姐，我问你，你知影今仔日迄李凤彩叫人搞迄照片来拍美行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知，啊知你有点点点，哈？啊，都无安怎？哎，对啊，我是无代志，要不你点点啦？哎，阿姨安尼就是足过分的嘞，咱来找公理由啊，我来才帮伊算，去啊！哎呀，阿姨啊，那就安尼啦。嘿，那就安尼去啊，你要听不去？好啦，我来去啦。天哥，啊，安怎？我不会来听。啊！你对伊要创啥物啦？啊，徛是要找李凤彩冤家呢？啊，你软家干呢？啊，人若讲两句，目屎人目屎滴，啊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到时是家境地啦，莫去啦，互你互阿庆阿去跟伊冤家啦。有啊！李凡，你莫听阮母阿讲，诶，听住啊，你带伊去讨一个公道转来。无咯，哪会用的？你嗯，哦，好啦，去啦。哦，会去去哦，你阿行。嗯，王来啊，啊你拄仔是安怎讲？啊你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恁来这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啊你唔是要甲庆哥、甲米芳啊两个牵做伙？对啊。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你煞无听我讲啊，拼生死的时阵哦，才知知己。因即马哦，两个是做伙去办善代志，对无？不管是赢还是输。因哦，拢是坐共一只船呢，对哇，安尼就表示哦，因是生命共同体，自然就慢慢啊培养出感情啊。哎呦，囡仔吼，细囡仔嘞，我唔知你怎变到这么巧哦。很好，就是啊，很好啦，似乎不爱起来哟。我本来都无想要坐你小姐理论的啊。安怎嘞？啊，既然不要去，先当给我陪出来。庆哥，你听我讲，我感觉这件代志是一场误会。你也唔过阿浩讲亲目看的，这摆来讲。代志无问好清楚，你即摆去找李小姐，我是惊讲误会愈来愈深，安尼对大家拢唔好啊。嗯，你阿来讲嘛是有理啦，咱若无啥进步啊，就去找人，到时确实有影误会愈来愈深。也唔过。那么我去甲问一个清楚，万一若要出代志，要安怎？袂啦，袂阁再发生这款代志啊啦！庆哥，俗语在讲，性事属性。搁再讲，李小姐的脾气，你嘛应该知影。假使讲咱误会伊，才得失着伊，伊袂放点点的，啊那呢就加费气啊！我看莫惹这麻烦啦。无，阿玲话伊讲，这是误会就好啊。来，等来。哎，庆哥，袂用的啊！咱即摆袂用转去啦。是安怎袂用转？啊，你是安怎？要去也是你，不爱去也是你，都要转去袂用的嘛是你，我安怎？不是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想看卖咧，阿姨叫咱两个人去找李小姐，那即摆咱两个人转去，阿姨就知影咱两个人无去找李小姐啊，对不？到迄时阵，阿姨对你坐坐念，你甘心受会掉？哦，我你无讲，我煞袂记哩。哦，伊技术有够厉害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敢机关枪的，啊咧扫落到底，无一人违法的有影。哦，我不要你话咪。咱会用的四处行行呀。这阿庆实在是有够戆的，让查某囡仔对伊这么好，爱一点仔感觉拢无。我留在房间的时间也无偌久啊，我就要想办法，让伊赶紧斗阵。